主体名是鲁大哥吗？对对对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行，那我们先进啊。我跟大哥好像还是头一次见面。对。卢铁民59岁，离异，儿子已婚，现住址长春市，住房面积55平米，退休金4700元。大家还记得卢铁民鲁大哥吗？在之前的节目里，鲁大哥相了好几次的亲，但最终都没能牵手成功。对于这个事儿啊，大哥表示他有话要说。都是演员差的。那咱是不是挺挑剔的呀？那倒不，那是看顺眼的呗。因为还俩人在一起过日子，整个成天在一起瞧个不顺眼，那能那不是那事儿，是不是？那咱是喜欢化妆的打扮的呀，还是说朴实点啊？化不化妆都无所谓，化太浓妆的不行。这岁数哪有这岁数化那么浓妆的，是不是？但咋的，我得是个过日子的，干净利索的。想找个伴儿，俩人是能过二人世界的。对，那是最好的。岁数搁那儿呢，是不是？你看今天相友都挺好，那说明天来点啥毛病，那都很正常啊。这时候再找个，就是真心过日子的。我觉得大哥还是比较适合找一个务实的哈。对，还能有共同目标这种。对对对，装保有，再一个家里呢，孩子都出手了，是不是？剩下来呢，就是俩人生活的呗，这种最好的。那你现在是不是退休了？退了，6月份退的，刚退的。退休了能开多些？4600多，不到4700。退休之后的话，咱们是一直在家待着吗？没有，我退休回家待10多天吧。原来我们单位同事就给我找了份活，给人家送餐，完了鱼给撕起来，完了搁那干了俩月，刚下路几天，干不了，那事儿太多。因为啥？你招聘的是司机，当嘎去就跟小工一样，力工啥活都干。完了你干点活我倒不愁，关键是这事儿太多。成天知识你都哎呀，喝水是一样的费劲。知识的，知识的知迷幻，所以说干脆不干了。再往后还打不打算再找一个活？还得找一份干呢。我不行，我待不住。我上午咋的呢？头10点还可以，头10点一般早上起来吃完饭没啥事，收拾屋子，看会电视，一过12点钟就闹心了。没啥干呗，成天就混这点儿啊，难混的关键。你有事干吧，这时间过得快。完了什么，比如打麻将啊，或者出去上公园啊。打麻将我会，但不玩，一年就是过节家里人玩玩。再咋的，打麻将的像我们这儿，你像麻将馆啥，我去不了。他那一抽烟就上不来气儿。你不抽烟？不抽烟不喝酒。